红队现在通过终点，红队呢是2分10秒09，所以最后呢，红队领先了8秒07胜出。现在要即将抵达终点，红队是2分06秒45，所以呢，最后红队是以4秒88取得胜利。红队慢慢的把领先的距离给拉开了。即将抵达终点，红队120秒.85，蓝队122秒.41，终点就在前方啦！红队还是红队险些通过终点，红队1分26秒84。加油加油，蓝叔，别忘了余威那一份啊。红蓝两队现在已经在起点蓄势待发，开始出发了，两队是实力相近，旗鼓相当，几乎是齐头并进。今天龙舟呢，看它的龙头啊，船头水花溅起来越大的话，代表这个船往前的动力就越大。是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现在两队呢真的是旗鼓相当，不过呢，红队现在已经是略微领先了。那但是蓝队呢，虽然失去了主将胡宇威，可是不放弃，急起直追，两队呢几乎是非常的靠近啊。目前看起来红队的节奏跟力道都比蓝队还要好。是啊，红队呢现在慢慢拉开了领先的距离，红队已经拉开了半个船身的领先距离了。是节奏非常的稳定，不管是出水还是入水的节奏一致，而且呢领队江红姐也相当的努力，在帮他们喊声加油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因为红队在练习的时候啊，队长姚元浩说他们是在狂风暴雨当中也都在练习，所以呢其实今天下雨的天气呢也是他们平常练习的状态。红队通过终点线了，红队通过终点，领先了几乎1/3的船身。哇，红队特别是第一排的李九哲跟姚元浩那个手背很粗啊，第一趟蓝队呢划出了1分08秒06，而至于在外水道的红队则是1分04秒整，所以目前的红队是领先了4秒06。启动器哈，不要紧，好接，要准备了，接二十快的哈，好说。拉特七哥，1、2、3、4，在比赛开始，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次的这个龙舟竞速啊，现在的雨势又开始变大了。对，不过在第二趟啊，中间休息其实不到5分钟啊，好考验选手的体力。红队已经领先了。哇，红队呢真的在前四排啊，李总哲、姚元浩、阿昌、郭志颖，这个都是强棒啊。其实我们可以看他们哦，这个桨呢出水入水的这个时机就看得出来，红队呢都是比较一致的。其实蓝队现在呢在后面的部分看起来比较稍显凌乱，但这个节奏非常重要。其实呢，如果这个时候女生已经慢慢没有力气的时候呢，不用吃水深，但是记得这个节奏一定要保持一致才能够快。不过现在红队几乎已经是领先了一个船身以上。哇，现在已经是过了一半的距离啊，红队是遥遥领先。不过我想蓝队啊，因为队长胡宇威无法参赛，心情上面难免受到了影响。对，现在红队即将要抵达终点了，希望蓝队可以化悲愤为力量，在最后一刻还是要努力。红队现在通过终点，又是领先了超过一个船身。蓝队是相当卖力了，在第二趟的200米，蓝队划出了1分10秒10，红队是1分06秒09。而两趟的部分加总起来哦，蓝队部分的成绩是2分18秒16，红队呢是2分10秒09，所以最后呢，红队领先了8秒07胜出。第一趟的比赛即将开始。好，比赛开始啦！一开
心啊！而两队呢，在冲刺的一个阶段，一开始啊，这个十桨齐划，红队略微胜出哦。是，现在真的是要仔细看他们的一致性了。对，而且呢，其实啊，这个龙舟也是一场耐力战，可以看到呢，他们呢都很努力的划，而且做的都非常的集中。同时呢，其实他们的这个入桨的速度啊，其实可以看到这一次呢，红队两队的节奏都是又快，节奏又一致。哇，现在两队啊，两艘龙舟是旗鼓相当，不分上下，已经快要经过了一半的路程，100公尺了。哎，蓝队感觉是有配速，因为逐渐追上来了。红队的节奏是，红队节奏有点乱掉，对，但是现在又很快的再把它调回一致。刚刚那一度，红队的桨的节奏好像是有点前后不一致的，现在。但是蓝队现在也开始在船尾的走向微微的有乱掉，其实这个时候哦，哇，这个红队现在已经是红魔终点，蓝队是1分04秒50，红队是1分03秒47。哇，第二趟的比赛开始了。其实龙舟呢是看这个龙舟在船头的部分呢，哪一艘船的吃水比较深，把那个水花呢溅起来比较大，就代表呢这艘龙舟呢是非常有力的破浪前行。可以看到这一次哦，蓝队已经是领先的状态哦，而且呢感觉起来呢蓝队的节奏也相当的一致。现在要即将抵达终点，红队在第二趟依旧拿下了胜利。第二趟的成绩，蓝队是1分06秒83，红队是1分02秒98，再破大会纪录了。在两趟的秒数加总之后呢，蓝队的成绩是2分11秒33，红队是2分06秒45，所以的最后红队是以4秒88取得胜利。好，红蓝两队第一趟的比赛开始。在一开始的起桨的速度爆发力非常的重要。红队。力量，力量，加快，加快，等一下，等小队。两队的速度都保持得非常的平稳，节奏都相当的快。好，节奏，节奏，节奏非常的重要啊！现在红队呢稍微领先，不过蓝队是紧追在后。跟上，对，抓水，跟上一致，力量。好，已经是走了100公尺了，一半的距离了。红队慢慢的把领先的距离给拉开了。直接打开，前进，不要停，来，50公尺，坚持。好，即将抵达终点。啊，红队通过终点了，红队在第一趟的龙舟赛拿下了胜利。可以看到，在蓝队的部分呢，刚刚的秒数是1分01秒19，而红队呢，则是59秒22。第二趟的比赛开始，在这个外侧水道的是蓝队，内侧水道是红队。大哥，蓝队好像滑的比较快一点。红队加油！是，而且为了公平起见呢，第二趟呢是两队是互换水道，还互换船只啊，完全是公平的。100、100、103、100，冲！加速！加速！加快一点！很好！加快！加快一点！快！加快！哦，结果现在呢，红队啊，在整体的拉水跟回桨的部分呢，相当的一致。再来，力量，趁机打开，加速！再来，加快！10公尺，来跟住，冲！3、2、1，冲！
二趟成绩宣布，红队1分0.01秒63，蓝队1分01秒22，成绩加总，红队120秒.85，蓝队122秒.41。蓝队先生第一趟，比三开始，滑完之后呢，黄队的成绩是44秒44，蓝队的成绩是43秒76，红队是43秒18，红队是领先蓝队的0秒58时间。第二场的比赛开始了，哇，我现在的风好大，3、4、5，九蛋，8、9、10，来维持，速超近了，红蓝。黄队1分28秒，七二。蓝队1分27秒63，红队1分26秒84。